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卷底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奥特尼。在艾斯奥特曼中有两集简直是怪兽们的末日啊，那就是第七集和第八集。这两集出现的三只怪兽，那是没有一个有好下场，有的被奥特曼杀死，有的被怪兽兄弟杀死。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。穆鲁奇二代，说到穆鲁奇这只鱼形怪兽的命运啊，那真是悲惨到了一定程度。第一代穆鲁奇出现在杰克奥特曼中，当时他正在海里睡觉，由于封印他的梅斯星人被警察杀死，导致这家伙从封印里苏醒了过来。结果醒来一看懵逼了，面对的就是杰克奥特曼，最后被杰克的斯派修姆光线杀死。二代穆鲁奇就更惨了，本来就是给梅特龙星人打工的，三个怪合伙欺负艾斯不亦乐乎呢，结果一不小心跟德拉格里撞到一起了。德拉格里可是个暴脾气啊，一看这卡兹兰大眼睛就知道是个不好惹的货，没打两下就把穆鲁奇打翻在地，还把他做成了生鱼片。梅特龙星人，梅特龙星人又名人鱼怪兽，脑袋长得像一个剁椒鱼头，还是爆辣的那种。前西联合穆鲁奇二代以及俄超兽德拉格里欺负艾斯奥特曼，结果德拉格里杀掉穆鲁奇之后呢，战局瞬息万变。艾斯决定先拿这只剁椒鱼头动手，先用定身闪光定在原地，然后用垂直断头刀直接从中间一分为二，画面之惨，简直让人大呼过瘾。谁让你们三个合起伙来欺负我们艾斯的？而且从肚子里面掉落出来的东西到底是啥呢？塑料袋、西红柿炒鸡蛋、彩虹糖，还是海洋球？大家自己想象吧。俄超兽，第三个要说的就是俄超兽德拉格里，这家伙的脾气就不用我多说了。上面那只嘴巴被撕烂的穆鲁奇最清楚。结果这只怪兽的结局也很悲惨。本来艾斯用完垂直断头刀杀掉梅特龙星人啊，已经渗透支了，倒在地上开始思考奥生了。结果正在这时，玛利亚火箭炸掉了妖星考拉，艾斯成功开挂，吸收了太阳的能量之后重新站了起来，并且一拳在超兽身上开了一个洞。原来你就是一拳超人。这时候艾斯还觉得不过瘾，你们仨欺负我这么久，现在老子能量满了，还不得好好玩玩。于是凭空变出一把奥特太刀，一刀砍下了俄超兽的脑袋，最后还不忘用梅塔利姆光线把他的身体炸了个粉碎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